嘿，各位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的游戏实况，我是麦芽。那今天我们来继续玩这张旅行三人的地图。那么上一集呢，我们是跟那个 Villager 交换了这个一个按钮过后，我们拿到这个地图，他叫我们去下一个村庄，我们现在就过去啊。跟着地图走到下一个村庄，我直接走上来，反正应该不会有怪。是这里啊，对对对，是这里。我们走上那个桥。对了，对了。那个是 Villager 吗？是是是， Villager 叫我们找他。为什么每个人看到都这样叫我？可能你有什么大问题？哦，这个偷袭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当然可以。可是你要先走上去。Start the meeting。什么什么？哦。对，我先找谁？我先找那个先。我拿这，你的门在哪里？哎，这边有一个，我先找这个先。从这边找过去，另外一边。什么？我看这个啊，还要我换？你说，他的铁盔很，他需要线是吗？哦，他需要线，我们也过这来。先到下一个，这个哦，所以他是要那个 Villager 的那个这个东西啊，国服。我拿着一本书本比较那个比较稳。这种女孩在那边，感应没有枪。这个呢，一个弓。哦，这边是买线啊，那我要弓来做什么呢？有听到骷髅的声音，还要叫我买弓哦。帮我买一下。去哪里啊？
它没有怪耶。我先睡一觉。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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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啥还春眠？起来了，早上了。早上了还睡？睡猪。现在有限量，我去找最后一个村民。那里。你喜欢猪？他们不见了，还是跑掉了？飞了一只三只三根那个线，不是线，算绳飞了一只是谁？是谁？哦，还要在这边中间。哦，找这个先生换算绳。嗯哼，哦，我要去拿那个郭芙先。要啦，你一定要去。去找另外一个。哎，你跑跑，我看你跑。喂，优秀，这个男士跑都是淑女吧？哇！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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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三只都有了。
提醒你什么？一个 meeting。哦。哦 ，OK， 哦，哦，哦。要去中间那边。哎呀！哦，是刚才那蜘蛛搞出来，我还以为这边又生成一个。哎。我们可以修好这东西吗？十个木头。我还用掉了全部。十个木头。我先睡觉先，谢谢。哦，那边是，哦，可是还是有骷髅声音，为什么？我丢进去里面，也丢了。就可以修哦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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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超好，来超好，超好，开始超好，还是好乐观。我可能，啊，又是你啊。又来一个，地图，啊，可以，拿一张就可以了，拿这个图上干干什么？OK， 这是，不是这张。OK， 那这集影片这边先结束。如果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在影片下方点个赞，不要忘记订阅我频道，这样我出影片的时候还有第一时间获得最新消息。那么下期影片不见不散了，拜拜。